不想上课装病请假，一睁眼睛连医生都上当。不想上学，然后就故意把他咽喉逗，撞到后脑勺好痛，然后我就一直这样好晕好晕。我妈很紧张，赶紧打电话去请假。请完假之后，他就说那我带你去看医生。结果医生就说哇，他看起来很严重哎，那要住院。住院了3天哦，然后我还做了核磁共振。如果你弄巧成拙，就是医生判定要开脑。今天晚上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 ，Hello， 你有事吗？